到了，假设将来你要做出类似像这样的效果的字，该怎么做？啊，其实这个地方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哦。欸，比如说你那个很多像过年啊、耶诞节啊，那底下的也许不一定是菱形的，你可以是圆形的，也许是其他形状。那底下填的颜色也可以变更的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出来的。首先第一个题目，当然里面有相关规定哦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它就是在第四题，欸，要自行建立一个新的图档，所以要开一个新的档案，大小的话是28×28，然后呢，填满的颜色是这个237、2836，那其实颜色应该只要偏红色了哈，不过就是说会然后再来什么，再把这个档案建，就是移到那个我们刚刚那个102里面。然后缩小85%，再旋转45度，并做出4个的效果。OK， 那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一个4个菱形。所以第一个，我们先产生一个图是28×28，所以开一个新的档案。那名称的话呢，哈，题目没有规定啦，所以我们就直接用未命名好了，因为等一下这个图也可以根本不用存档哈。所以它的，欸，第一个我需要什么？28×28个 pixel， 所以特别注意这个单位呢，请记住啊，一定要选正确，宽28，高28，那其他不用，其他就用预设就可以，按确定。好，这个时候就会有28×28的一个像这样的一个方形产生。接下来，请你把它什么填上颜色，这个地方给填满。那填满的色彩，请你颜色地方哈，直接输入刚刚题目指定的颜色，就是237、2836，所以这边的话就是237，然后呢2836 ，OK， 好，按确定，再一个确定，颜色就过来了。那可是问题啊，这个形状呢，不是最终的。我其实只是需要它过渡了。我们把这个做完之后，按右键，把这个复制图层复制到哪里？复制到这个102里面。好，所以把它复制过来，按确定。确定之后的话呢，各位可以看到哈，它就会出现有一个什么背景加一个拷贝，哎，有没有？不过这个名称有点怪怪的，我建议你把这个改一下好了，这个也许叫做菱形好了哈。OK， 好，那再来的话呢，他要我们做什么呢？那这边这个也改一下，这个叫吉祥物。好，所以每一个图层哈，尽量就可以给它对的名称。好，那我们菱形做完之后，再来题目要我们怎么样？把这一个缩小85%，并且旋转45度，再复制4个，所以有3个动作了哈，缩小。哎，那你缩小还记得吧？怎么缩小？我们前面有讲过嘛，啊，然后怎么旋转角度？应该有没有在那个国旗国徽里面有嘛？我不是说那个 Ctrl T 非常重要，任意变形嘛，所以建议各位就把 Ctrl T 给记下来。所以其实 Ctrl T 一下子就可以做完了。所以你这边的话哈，哎，可以先用选取工具选它一下，移动它。大概移动到对的位置啊，不过位置大概是这里吧，哈，你可以跟那个完成档案比一下，大概是这个位置。好，那怎么样让它缩小85% ？Ctrl 加 T， 实际上就是编辑里面的任意变形，有没有 Ctrl T？ 然后再来怎么样呢？上面 W 跟 H 中间有个锁，请你先把它锁起来。为什么？因为锁起来之后，你再 W 打85。H 也会跟着85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长宽比锁定，锁定之后的话，两边都85了，按打勾，就85了，缩小了哈。再 Ctrl T， 角度部分，有没有一样45度，打勾 ，OK， 完成了。好，所以特别注意啊，其实就靠什么 Ctrl 加 T， 当然刚刚的动作哈，你也可以做一次就完成了。就是锁起来，85、85、45打勾也 OK 了哈，做一次就好了。好，第一个哈，我们已经把它的大小把它缩小了，并且哈
把它转了45度了，再来需要什么？需要四个，其实就一个。